大家好，我是茉莉芬芳。自从上一次我做了一个影片，名称是感谢观世音菩萨让阿育吠陀治好我的疑难杂症这个影片之后，里面有提到一个按摩的机器，接下来就有许多朋友询问这台机器的一些细节。那么我本来想不要有买卖的行为，但是后来想想，这个机器既然可以帮助我，一定也可以帮助别人，有这么多人询问，不如呢我就跟卖机器的老板商量，让有兴趣的朋友能够进到下面这个影片下方说明栏有一个 LINE 的网址连接，点进去之后，您有任何疑问，老板就会在群组里面引导你们，回答你们。那么我就不再多做这台机器的说明哦。好，有兴趣的朋友请点下方的 LINE 网址连结，谢谢。